真的，我昨天就只充了500块，然后就是再就是就充500块，然后就用那个点券买金币嘛。昨天可欧了，失败了一次，然后又成功了，就成功了一次，然后加强化的那个是就失败了一次，然后再试第二次的时候就成功了，很厉害。欢迎雨夜哥呀，欢迎雨夜哥。雨夜哥，雨夜哥，哼，今天我们家有粉丝跟我一起上那个粉丝节的时候，我们还被人打了，哼，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在上的时候都上了第二名了啦，后面他们人家就冲就把我们搞到第五名了，哼。然后后面还别人还送礼物打我们，害我们上了积分，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雨夜哥，谢谢雨夜哥的心动火箭，谢谢雨夜哥的13个心动火箭，谢谢雨夜哥的3个爱的旅行，谢谢。怎么样，雨夜哥，我撒娇撒的怎么样？我撒娇是不是还可以？哇，谢谢我雨夜哥的宇宙飞拳。果然我雨夜哥就吃这一套，但是我最近听说很流行这种撒娇啊，说有一个人，他为了那个啥，为了听别人叫他一声乌鸡哥，然后他就省吃俭用，然后给人家送了一个礼物，然后人家就来了一句乌鸡哥。说我也是可以这样的，好吧，如果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是可以满足你们这方面的要求的，我也可以怎么样，而且我撒娇起来的话可能会就是更加的不错，就挺好，好吧。谢谢我雨夜哥，谢谢我雨夜哥，好多好多的礼物啊，要好嘞好嘞，要几个？我现在只有我一个都没有，我想要2个。嘿嘿，嘿嘿，嘿嘿嘿。行，2个。你是白鸡哥？白鸡哥不好听啊，白鸡哥。啊、声音好萝莉啊。是吗？嘿嘿。嗯。对呀，我今年才18岁。哇，我感觉你像一个人。啊，我不像人，我还能像什么？我感觉你像阿团儿。阿团？不认识。阿团是个什么东西？别搞了，我看你直播呢。不啦，软了。我就说，我不像一个人，我还能像一个鬼啊！笑死！这里没有人吗？你们就收的这么开心？没有没有。不啦，被骗了。上一把我吃鸡了，兄弟们，这一把可以带你们吃鸡，开心吗？我去，那必须的。其他2位同学怎么不说话呀？
是一对情侣吗？疯狂在 YY 已经暴躁了。我们在搜你的。哦，你们是三排呀？哎呀，他们两个是一对情侣吧？我看他们两个 ID 都是情侣名。对对对。嗨。威猛先生。天呐。嗨。你们好啊。时候不好。嗨。是的呀。我有点穷啊，可能我还要在这里搜很久，因为我现在还是一把。没有，是我弟。我弟。你弟？什么弟？弟。不行，太激动了。不要激动。谢谢发发猪仔的10个英雄帖，谢谢。今天2号生日，这么巧吗？哎，真的是。你生日你不出去过生日，你在上网啊？哎呀，过生日刚回来，这是第二。这才几点钟就回来，一点夜生活都没有。哎呀，上班的人是不是明天还要上班？哦，那好那个哟。为什么不能请假？你们生日不能请假吗？请个假，过个生日。不行吧，好吧，我们过年都没有休息哎。好吧，那你那个应该是一个非常规范的场子吧？对，我们是相当于政府单位，所以哇，限制比较多。政府单位，那你应该你。那你应该就是早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吧，你应该就是也快结婚了吧，年纪多大了呀？哎呀，肯定是哎呀，这是个也是一个要命的问题。现在桌子，你是不是公务员？我是那个事业编制。哇，听着好复杂的样子，听着就感觉很厉害。那个弹幕区他们会解释。谢谢初夜小团团的王冠和飞机，真牛啊这个人。我一上来就问人家在哪厂里上班。我在想啊，你在想啥？什么时候可以排到阿团儿？真的假的？你不会是假粉丝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少骗我！我匹配的天天匹配的路人可多了，他们都一个个说是我的粉丝，然后他们死了之后连看都不愿意看我的视角，直接就退了。哎，真的，我关注了好久好久。哼，谢谢乌鸡哥。只是白嫖啊，白嫖。白嫖也可以的，白嫖也算关注。我们今天，然后今天，然后我们俩也可以的。他们肯定听不，你听懂啊？我不信你听懂啊！你不可能听懂了刚刚这一句话，你不可能，你除非是天天在我直播间里24小时在我直播间挂的，不然你不可能听得懂这一段，只有我们家的加密密码才能听得懂。不要想着弹幕求助啊，以后你也白嫖好吗？来不及呢。当然可以，雨夜哥。你随你的心情就好了，我一直都是说的，就你开心你就玩，你不开心就不玩，反正呢，不管你怎么样。我们以为是个小孩儿。谢谢关你西红柿呀的摩天轮。越看越像，一看那个名字。谢谢桌子。缘分呐、啊，缘分呐、啊。不管你想不想玩都是可以的，就是你就随你的心情就好了，没有人能支配你，你想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，雨夜哥好吗？可以白嫖，你如果觉得
如果你觉得你不想送礼物了，你就可以白嫖，都看你的心情。太完美了，千万不要有压力哦，雨夜哥 ，wink。借道歉钱先拔出来呀，这么悠闲吗？哇，你们三个在搞什么？这种好事不叫我。这是没有门票。门票在我这边，你要来我左手边就有。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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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丝毫不会掉了吧？下谁是第一个倒的？现在道歉前先拔出来呀、啊！我们不会倒的，我们就在这里跳到决赛圈。我们这个圈太棒了。我们有车吗？好像我们没车哎。没车没车，走去找车去。吃鸡为主。真的是哎。走。不不不，现在吃鸡已经不重要了。吃鸡，如果能吃鸡，不就更开心了吗？我们就卡圈边，好吧，我们就打圈边。好好好。四号怎么绕这么大个圈儿？他紧张到迷路。你给他紧张到瘸了。四号怎么懵了？迷路了，迷路了，这是个四号。走，带你们去右边那个。去那个，带你们去那个这个地方吧，前面有人。我们就打圈边吧，要不？这个地方应该可以。嗯，加油站应该没人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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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想，我要！我别跟我抢，别跟我抢！现在我的 SKS 已经不像以前的了，现在 SKS 很准了。这现在都没什么人呐、啊，这分段高了之后又没人打架了。那必须的呀。我现在随便打都能进前几名，都能加分，跟我的打的胜率很高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听到这边应该是有人的，这两边都有人，等一下住的避开一点，不要走他脸上啊。没事，他们都不重要。OK。然后等一下有可能会有人过桥，我们注意看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桥，给它扫一扫，看它会不会出现有车过来。我就直接趴这边了，我已经准备就绪了，只要赶人来，我就是一个伏地机关枪。不行，你这个感觉这个位置不是很好。不会有人在远点狙的，远点的人狙不到我。谢谢狮子座明叔的飞机，谢谢狮子座明叔。你平常都是什么时候剪视频呀？一般发布都是凌晨。因为我是下播了之后，我要去审核视频，然后审核视频审核通过了再发。哦，自己剪呢还是有剪辑师呀？有剪辑师呀，自己剪不赢了，每天要直播直到好晚。没在圈了，这边应该不会有人过来了。走吧，别跑，要有车的。
跑过去的话被发现了就是死尸一具。你们把药都打满，把药都打满。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走也没事，现在这圈还没刷呢，先把车头挪一挪。嘿嘿，洞察一下，等一下右边就不在圈了，这边就不会有人打我们了，然后我们去这个三坨坨里面就可以。嗯，好。还有这边有很多山，找个高点走。左边的人，左边有人。哎，看到前面有个独狼没？抽他，抽他。SW 那个石头后面躲着了。算了，走。他躲着了，他不出来。完了，瞎了。被埋伏了，这里一个满编队，灭了！谢谢谢谢团团四，是两飞机，谢谢谢谢团团四的飞机。谢鱼之味的两个飞机，谢桌子的飞机，谢桌子。为什么取这么复杂的名字？什么意思？搞的那个，没办法，我们刚刚那个地方应该先开到山顶上去了，我那个停车没停好，但是队友都跳下来了。有个队友挨打了之后直接跳下来了，我应该直接开到山顶上去的，那个地方不好打，被压起了，被压住啦，被压着打啦，有点危险呐。饕餮。谢谢饕餮的飞机，谢谢饕餮。我认识这个字，我只是觉得可能有人不知道这个字形，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人的名字，然后好好的让大家学习一下这个字的读法，给大家回忆一下。因为你们年纪比较大了之后呢，就会把以前的知识给忘记。谢谢开心果，谢谢开心果。这个 3S 好难过吗？这 3S 怎么这么难过？36000，要150个人的合成人数，150个人，然后需要贡献值30000。那我们开点小抽奖吧，兄弟们。开点小抽奖，割下九啊不，那个一下吧。说不定就会有人因为双倍亲密度然后参与抽奖。哦，按啊啊按。其实还早，现在才9点钟呢，9点钟就开始割不好吧，9点钟就开始不好吧。如果是最后大家快没有过的时候再冲一波，我开点抽奖还是 OK 的呀。那我不开抽奖的话，兄弟们也不知道今天是双倍亲密度，对不对？送一张饭卡等于送两张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还有开抽奖，还有机会中到1000余次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如果不说的话，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呀？靶场没人。
对吧？啊，我就野区有人，这是匹配吗？我操，怎么哪里有人啊？哪里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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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谢谢年年的飞机。没人，没人。我看到外面的野区有人。那些不是人。谢谢大家的英雄帖，谢谢谢谢鬼摸你阿福能尼夫伊夫宁的两个飞机，谢谢。像那个叫什么？这个主播这个叫什么小团团是吧？你放屁！麻烦帮我敬一下盐，谢谢，谢谢阿优阿优。暴露了，暴露了，我只能假装自己是语音包了，不然的话他们都会变得很含蓄，他们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张，我必须要假装是个语音包。你们要不要四倍镜？现在他们彻底以为我是语音包了，已经不屌我了。都有了。好，还有人回复我，真不错。太为难自己了。谁说的？谁说要？大声点！要你不大声点说，我怎么知道你要啊？你别说，还真有点像。啊，是啊，你看我没瞎说啊，操！我是语音包。啊，三号标一个 Barry。这都不是，不可能是他的。为什么不？那确实。因为他最高打黄金局。不是人啊！你放屁！我都看了，我八级粉丝牌。你放屁！我这有人，有人开车。我都钻石分段，笑了，嘲讽我说我是黄金。哦呦！我最终梦想去了。我走了。有人，我这有人，我这。来，四号有人，四号那边，四号在哪？哎，防空洞靶场过来帮。这么远，谢谢洞哥，洞哥爱吃辣的飞机，谢谢洞哥爱吃辣，谢谢丽丽爱丽丽。再苟一会儿，兄弟，我先把矿头舔了啊。你看，我就去救他了，这就是好人呐！我他妈连现在连个基础镜都没有。我先看看这边。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一号，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走走走走走。我试探一下。到底要不要救啊？还可以来了吗？走不走？不好玩。接过来，接过来。看我对你多好啊！我还特意过来接你。谢谢。我不来，他可能就把你冲了。你不来，我可能就是。杀了！哎，这不是他声音也像那个谁，那个打那个王者荣耀的那个，老是喊80的那个。我像这么多人吗？要不要四倍镜？四号。
不要算了，不算球了，什么都不要，不要算球了。我这儿多俩矿容，你要吗？这个可以啊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谢谢团子比椅子高一点的27个英雄铁，谢谢。三号标，三号标，你进去。太离谱了！拜拜拜拜。干啥？给他们捡东西，他们还不要，他们真的是好高调哦。我也在找这玩意儿。刚刚谁在说话？声音好听，我给你点赞。三局，三局不好打。刚刚谁要 SKS 啊？我都哎，没有 AUG 被别人捡了，我操！啊？被别人捡了吗？我嘿嘿，没有。走，估计有人过去，那就该回。嘿嘿，没有。有人的。谢谢娇娇抱着小团团。是了吧 ？M 四在哪里？比另外两个男孩子声音好听，怎么啦？我喜欢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人长得有点像我。你们觉得吗？你把他的嘴巴挡住，看他的眼睛和他的脸盘子，像不像？有没有？像不像？原形毕露。我怀疑他就是照着我的图片画的，我真是绝了。难度暗恋我也不能老是这样啊，动不动就不能光明正大的暗恋我，他就偷偷摸摸的搞一些东西，他没事在这绝地求生里面画头猪啦。没有。那你问什么呀？我听错了，我以为你说你有 SKS。这样也能编？这样也说得过去，我忍不了了，我要去打架了，兄弟们。这里有个巨矿，巨补里面没。好穷啊，我受不了了。这么穷。帮我拿一下，我给你快扩。我有快扩了，你自己拿吧。巨补在哪里啊？我什么扩都没有，我也想要个扩。来来，我给你快扩，你要不要？我要，我一个扩都没有，我打连狙，等会儿打着打着没子弹了。谢谢大家的英雄帖，谢谢。哇，好肥啊，这个人！哇，这人真肥。谢谢无道的66张英雄卡，谢谢我无道。可恶啊，又让我装上了。他们打起来了，我们要去吗？要去吗？我可以去。我时时刻刻准备就绪。呀！谢谢团团的懒懒，谢谢懒懒的英雄铁，谢谢。看看这边能不能抽一抽。干嘛？去海边，去海边。站点，站点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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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搞两枪。谢谢武道，谢谢我妙脆角。接我，接我，三号接我。不要坐这个车，我要坐这个车。谢谢我娇娇抱着小团团，谢谢妙脆角，谢谢我无道，谢谢。谢谢我妙脆角啊。不会团灭了吧？啊！谢谢一起喝杯奶茶吧的飞机，谢谢改名能中奖的飞机，谢谢。只能恭喜这个逼啦。
海边来人。啊？哪里有人？110。这个地方真的好吗？这个地方？不会的，我不会。好像确实还可以、哦。不要打嘛。走近了再打呀。这到处都是人。我这狙不是特别好啊，到处都是人。Oh no！ 我这地方不是，我这个枪不是很好打，我发现。大刀给你要不要？可以给我。那你咋跑了？你怎么说给我？你跑了那个吗？别在你那儿了，海边。这里不好，这里还打得多一些。这到处都是打我们的，人都被打秃噜皮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人已被卡秃噜皮儿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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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扔吧，你扔吧，我大炮给你，我不想玩大炮。那可太好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哟。哇，你这是个天使。加油。天上拉下来的一坨屎。这三个窗口就太离谱了吧，这三个窗口也太离谱了吧，这谁跟他们对呀？那三个窗口一个逃过一狙一个，真的是，哼，不跟他们对了，走，我们没这圈了，我们没地方去了，没地方去也得走。说他们走走。啊，大炮！要要夫人，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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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大大炮好烦。你这地方怎么扶啊？你小心那个高点还有。三号架一下枪，我来扶他们。应该走一两个。啊，玩不住。软了，这么多人，好像又有一个两个队冲我们。